是再熟悉不过了 Made in China。 我们的中国元素在世界杯的纪念品店里无处不在。多年以后，我也希望可以是以另外一种球员的身份踏入世界杯的赛场上。就是辞职嘛，这可能是我距离梅西最近的一次，也是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，能看到就是梅西。